도둑질까지 합니까? 이런 물건 가지고 있으면 간수를 잘하셔야지. 물라면 물고 기라면 기고. 아주 불편하셔. 죄송합니다. 제가 잠깐 정신이 좀 나갔었나 봐. 바로 수치심이야. 그걸 버려야 정신할 수 있는 거야. 소새끼든 사람 새끼든 배를 골아봐야. 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呀！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韩国高人气政治剧《辅佐官》第一季第三章的故事。泰俊一夜未睡，一直在为工作的事忙碌。早上起床，善英看到电视新闻里对朴部长的报道，他还在为赵议员的事活跃着。泰俊想到宋议员曾经答应过自己，如果能扳倒朴部长，宋议员就会推荐自己做议员。他对善英说，一定要尽快除掉朴部长这个心头大患。善英提醒他要小心提防这个老狐狸。繁忙的一天又开始了，道京匆匆忙忙收拾好去上班，在地铁里看到还在翻阅资料的尹秘书，尹秘书不小心把文件掉在地上，道京赶忙帮他捡起来，尹秘书都顾不上和他搭话，继续翻看着那些卷宗。李议员还在为招牌砸伤路人的事焦头烂额，他来到医院看望伤者，但家属情绪激动，现场很是混乱。泰俊看到电视里的新闻，又看到原来被自己压制的辅佐官原职重新来秘书室上班，断定李议员的事一定和他有关。更让他吃惊的是，道京也是原职介绍到宋议员办公室的。泰俊向以前警局的同事了解情况，得知李议员事务所的招牌被人动过手脚，可是那一片区域没有监控视频，而且天台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出入。泰俊发现原职的手指受伤，当面揭穿他对招牌做了手脚，原职并没有承认，还对他威胁恐吓一番，都被泰俊发现证据了还死不承认。之后宋议员一来上班，就把原职单独叫进办公室，然后又召开了会议。宋议员问泰俊扳倒朴部长的事情进展情况，泰俊查到四年前车东宇举报富江电子私藏上百亿秘密资金的事，朴部长当年就负责此案的调查，结果富江电子被判无罪，而车东宇却背上诬陷的罪名，迫于压力曾经服药自杀未遂。泰俊承诺会以此事扳倒朴部长，扫清宋议员的仕途障碍，但是他提醒宋议员要履行诺言，到时候要兑现推荐自己当议员。宋议员当场表态，保证不会让别人代替，自己现在的位置肯定是泰俊的，泰俊才稍稍安心。尹秘书主动提出去找车东宇取证，泰俊派道京协助他，两个人来到车东宇住的地方，看到他不但穷困潦倒，而且还神情恍惚。尹秘书向车东宇说明来意，他的妻子却不愿再做别人图谋功利的工具，情绪激动地把尹秘书和道京赶了出去。就在这时，法院的人上门替车东宇的同学金仁圭催债，他们毫无同情心，车东宇一家人的生活更加窘迫。善英无意中听到赵议员给西部地检的徐荣哲打电话，想借助他的力量扳倒宋议员和泰俊，他第一时间通知泰俊。泰俊接到尹秘书的电话，得知车东宇家被查封，知道是检察院的人提前下手了，他向法务部申请调查以前的案件资料，结果法务部赚来一大车资料，但是却故意把资料打乱，其中车东宇的口供都被人涂黑了。于是泰俊来找金仁圭，恳求他为车东宇出面，可他很不耐烦，当场拒绝。拿不到车东宇的证词，泰俊心急如焚，他来到医院，看到李议员还守在伤者病房外面，他告诉李议员，招牌的问题是有人做了手脚，让他申请调查，不要一个人把这个责任扛起来。但是李议员说，现在关键是医院里的伤者生命最重要，其他的以后再说。泰俊只能劝他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我们泰俊心里肯定也很憋屈了。赵议员得知善英在上次庭审的时候偷偷约见李议员，本来他答应帮助善英在他的选区进行单亲家庭教育方面一个提案调查，由他出面邀请区长一起用餐，以取得政府支持，但是赵议员却临时取消了。用餐之后，善英约泰俊出来散心，承诺帮他扳倒朴部长。同样处于困顿中的两个人互相安慰，互相鼓励。妈呀，我最喜欢看这种名场面了。尹秘书一个人加班到很晚，他突然呕吐不止。道京一早来到车东宇家，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下跪求他出面作证。车东宇被他的诚心感动，终于答应了道京的请求。尹秘书得知道京已经说服车东宇，立刻打电话向泰俊汇报，并把车东宇的录音证据发过来。原职出来正好听到他们的谈话，他立刻向朴部长的助理报信。金仁圭趁人不备赶忙从地下车库逃走，泰俊及时赶来接走他，向他讲明利害关系，
还把朴部长的发言视频拿给他看，担心他会重蹈车冬雨的覆辙。于是金仁圭向泰俊详细讲述了自己知道的情况。与此同时，朴部长已经下达了抓捕金仁圭的通缉令。泰俊回到办公室，把每个人搜集的资料汇总起来，他们要赶在12点以前拿出结果，推翻国间的决议。宋议员四处找不到泰俊，他气得大发雷霆。此时泰俊根据金仁圭的供述，到他们经常聚会的酒店查到了顾客预约记录和监控视频，立刻打电话让宋议员停止诉讼。泰俊第一时间赶回来，国间大会刚结束，本来大放光彩的部长大屏幕上就放出了他和富江电子会长还有地检检察长见面的视频，现场顿时一片哗然。尹秘书和道金看到新闻相视一笑，宋议员立刻眉开眼笑。尹秘书站在一个患者的病房外，眼泪止不住的流。与此同时，泰俊送宋议员离开，但得知原职回办公室，他立刻开车回去，发现那个庄兆议员罪证的 U 盘不见了。果然不出泰俊所料，原职偷走资料交给宋议员，宋议员当场毁掉 U 盘并痛骂泰俊可惜了这些证据。与此同时，道京追尹秘书来到医院，把落在地铁上的手机还给他。道京看着病房里的患者，关切地问尹秘书情况，尹秘书却冷冷地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泰俊气愤地来找原职兴师问罪，可原职并没有因此有所惧怕。泰俊抢过他的电话联系宋议员，可他还是不接。泰俊打电话通知善英，让他暂缓公开金仁圭的证词，因为金仁圭是他手中唯一的王牌了。泰俊到国监会上想见宋议员做解释，但是宋议员正在大声责骂安议员，谴责他不该背叛自己。泰俊看到安议员脱掉衣服跪倒在地向宋议员苦苦求饶，宋议员却仍然在一旁不为所动的厉声呵斥。泰俊意识到这是宋议员在杀鸡给猴看，泰俊想解释 U 盘的事，却被宋议员打断。他直接问金仁圭的情况，说自己要亲自见他。泰俊只好把他领到善英看管金仁圭的那个酒店。赵议员助理接到原职的信息，得知善英和金仁圭所在的酒店位置，立刻调转车头赶过去。泰俊带宋议员来见金仁圭，善英十分惊讶，宋议员要把金仁圭带走，并要高助理交出金仁圭口供证词的 U 盘。看着泰俊的脸色那么难看，善英已经明白了泰俊的处境，于是吩咐高助理把 U 盘交给宋议员。就在这时，赵议员也来到酒店，一屋人都面面相觑，宋议员目的达到了，带着原职心满意足的先离开了。赵议员因为善英的背叛气得大发雷霆，当场把桌上的电脑摔得粉碎。泰俊追上宋议员，承诺会把金仁圭的事处理好，宋议员不许他再插手此事，调他到地方选区去任职。泰俊被这样的打击惊呆了，哇，就这样被调去其他地方任职了。善英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道京一来上班就发现办公室的气氛很紧张，尹秘书告诉他辅佐官的职业生涯也就是5年。道京拿出当年的报纸，主动向尹秘书提出可以帮身在京申请资助。尹秘书再次警告他不许插手此事。有了金仁圭的证词，宋议员胸有成竹地来找朴中吉谈判，逼他辞去法务部长的职务。他拿出金仁圭的证词，临走还威胁要找总统的秘书长告状。原职接替了泰俊的工作，他坐在泰俊的办公椅子上，颐指气使地派道京和泰俊一起去偏远的选区工作。尹秘书送他们俩离开，泰俊叮嘱他留意宋议员和原职的行踪。善英来到中义区的福利院，得知资金紧张，高助理对区政府的科长死缠烂打，搞定了下一年的帮扶资金。福利院长对善英千恩万谢，高助理带人来拍摄以扩大善英的影响。单亲家庭的申秀敏看到照相机变得狂躁不安，善英让高助理不要把照片公布出来。高助理觉得这么好的机会不宣传太可惜了。善英进来看申秀敏，申秀敏谴责善英假惺惺来拍照，就是利用他们为自己脸上贴金。善英真诚地对他说，就算是相互利用也是真心想帮他。宋议员和道京来到选区办公室，看到办公室一片狼藉，乱作一团，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留守，他们俩只好先打扫卫生。随后泰俊来到管辖的西北市场，很多投资者和阻挠开工的人炒作一团，投资者已经注资3年，可西北市场迟迟不能动工，情绪十分激动。看到张俊泰过来，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泰俊的解释，对他大打出手。道京拼命上前保护泰俊，两个人都被打得狼狈不堪。泰俊顺路来看李议员，泰俊向李议员详细介绍了西北市场的问题，希望他帮助出主意，李议员也无能为力，泰俊只得自己想办法。他来到办公室，让道京立刻投入工作，把辖区内支持和反对的人意见都整理出来。
宋议员要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善英帮他整理好了发言稿，并善意地提醒女性问题可能是主持人关注的焦点，并把被赵议员阻挠的单亲家庭预算案交给了宋议员。金记者直截了当追问宋议员不尊重女性的言行，他的问题犀利，宋议员很尴尬，幸好有善英的提案做准备，他承诺会推进关于女性权利的政策，推动单亲家庭扶持预算案。善英来找泰俊，两个人一起亲热地开车走了。尹秘书此时也来找泰俊，正好看到这一幕，心里很是落寞，道京出来扔垃圾，尹秘书就跟他来到办公室，道京向他请教说明会资料的整理情况，尹秘书答应会从邮箱里发给他。泰俊和善英一起谈起最近的工作，善英问泰俊怎么突破目前的不利局面，泰俊说把危机变成机会，把宋议员手中的王牌变成废牌。泰俊这算盘打的，他会怎么做呢？我们下章再见分享。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请点赞关注吧，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